临时起意来搭船去基隆屿，只剩下321，所以必须登岛。价格跟去贵州岛竟然是一样，不过选最大的一艘。但是破绕先绕别，像我们看现场的状况，船长啊他会做决定。第二个就是登岛的时候，我们走登山步道，走完以后再走旁边的滨海步道，三个行程要在今天上来完成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一团佩戴的是桃红色的吊带，我们请。船上有张个人准备瓶装水哈，需要喝的话自己来取用啊，自己来取用。那我们今天哈，不然有一部一艘游览车没有过来，所以我们今天位置很空旷啊，那你们可以自由的走动，那回来甚至可以换位置坐，我体验一下不同的感觉。啊，目前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八斗子的观光渔港，哦，加两个观光哦，哦，那早期这边也是一座渔港，后来因为渔业不景气，所以就慢慢的转型，啊，成为海洋观光休闲的一个游艇码头。我们来看一下港区所停泊的都是私人的游艇，哦，都是帆船啊，啊，游艇之类的，啊。这个单品造价是公司的游艇，在我们船只行驶的左前方啊，左前方啊，这边听说21亿耶，天哪，好几个亿呀，啊，那我刚刚我看看看看好贵，他听好看看，这是台湾的船主挂国外的牌，算哪一家的？海南店吗？这个叫八斗子渔港，好，八斗子渔港。啊，船只行驶正前方那个小山丘有看到吗？啊，那个小山丘是我们基隆看海、赏景、休闲散心。疗愈心情最棒的一个滨海之旅景点，那个名字叫洞宾古岛。洞宾古岛，希望今天可以看到金鱼。这一招形象比例。你最上面是什么啊？看他们那边都是一般渔民的地方，好，这是政府官员啊，基隆市市长来哈，都是坐这一艘。那基隆市市长上来的时候，罢免基隆市长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贵宾中的贵宾啊。啊，船上这边有最小的洗手间，如果要用的话，可以来使用，啊，可以来使用。好，那我们开始要把这个岛屿介绍给各位主持人。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环境。好，来，我们先看船只的左手边，啊，你会看到一座半圆形的拱桥，啊，这个就是要通往桥的右手边哦。啊，右手边这边也是我们基隆九级的一个岛，这个岛叫和平岛。啊，好，我们接着看一下桥的右手边。啊，左手边，桥的左手边能看到三支高耸直立的排烟管。啊，这个地方就是基隆市的联合火力发电厂。这个发电厂在是北台湾最大的火力发电厂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最左手边，啊，最左手边有一大排整齐的铁壳的建设，
那这个地方就是基隆的最高学府国立台湾海洋大学啊，它的前身呢是成立海洋学院，最早叫基隆水产学校。早期这个学校它的校地很小，大概只有三千多亩啊，所以他们从国六十年开始就开始第一段道路啊。啊，所以这些让他们看校就是大高，这是属于艰难的海洋平台的条件在，但是建校就对他们在学校也创造我们国内教育史上首大学校，它的辖地在1947之前建造出来的啊，那他们又可以放弃了。这片大海啊，叫东海，东西南北的东，因为我们台湾是个海岛国家啊，四面都是海啊。花莲台东那边靠的是太平洋，西边跟大陆之间隔的是台湾海峡啊。南部呢，就菲律宾之间看隔的是巴士海峡。那我们基隆就在台湾的前东边，东海。好，那现在各位，我们看看左边，看看右边，你可以看到陆地跟海洋交接的地方，称之为海岸。好，那你可以看到的是整个海岸线啊，称之为基隆北海岸。好，基隆北海岸哦，它在地理学上来讲，基隆北海岸它有分两个区段，啊，左脚边啊，从北。日本到基隆这一段称为北海岸，右手边从基隆到宜兰这一段称为东北角。啊，基隆北海岸就是北海岸叫东北角啊。为什么叫基隆北海岸？因为啊，这个岛上面山体不一样啊。它第一个是西西来自南方，叫小黄山啊。啊，小黄山从月亮。到那黄河这边呢，就东岛，东岛就是有上来就是一个加，因为它最多1200个啊，啊，不上月呢，啊，最多只能1000啊，啊，这个岛啊，它本身就没有水源，它的水是从哪里来的？啊，都跟我们家搭的船只。运输过去，那欧大根岛相关说就是这个不多，所以水不够用啊，所以基隆市政府他就在岛上建造了一座简易的海底淡化设备啊。那因为我们基隆的用水多了一点选项啊，什么叫海底淡化呢？就是抽取海水，那海水是咸的，所以要把它去掉它的盐分跟杂质。把它转化成淡水人工水处理技术，因为我们基隆的用水呢多了一个选项啊。那至于这个岛上的电呢，它是采用海洋发电、依然发电，那这一小部分它是使用太阳能的装置啊。那这个岛呢，这个岛不大啊，这个岛不大，它的长度大概是960公尺，那它的宽度400公尺，岛上最高海拔480公尺。那因为这个岛它是由海底火山喷发而生成的啊，所以这里呢它拥有火神爷的地质景观啊。那整个岛它的地形相当的陡峭，几乎可以用悬崖峭壁来形容啊。那通常火神爷分为三种，那在传统的中它是属于玄武岩，那金门是属于花岗岩，那在我们基隆屿这边呢，它是属于石英安山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材质跟南美洲那边有一座安第斯山脉，它的材质很相近啊，所以就起名为安山岩啊。那岛上主要的是采集步道、凉亭、观景池塘，还有几处的郊野地形为主，还有最高点那个灯塔啊，最高点可以看到一个灯塔啊，那叫基隆屿灯塔啊，所有称为基隆岛灯塔啊。那等一下登岛之后呢，啊，我会带着各位往前走，那你要自己走你自己啊。啊，登岛
之后，我们试一下它岛上有新盖的用漂流木所新做成的一个装置艺术啊。那等一下我们可以在那边来拍拍照啊。好，拍完照我们往前走，大概一百公尺的地方，可以看到一座南捷向地基北信基纪念碑啊。这个纪念碑就是早期哦，驻守在基隆的日本驻军啊，当时他们为了建设岛上的防御工事啊，但是是近来性非常守立的一个纪念碑啊。那在这个纪念碑的旁边就是海水大坝的设备，再往前走。那这是岛上唯一的厕所啊，我们会让各位在这上上厕所，上完厕所我们再一起往前走啊。那不上厕所的车辆，之前我们会经过一个山洞啊，因为这个山洞它的高度很高，所以在经过的时候啊，其实只有自己要低头弯腰一下，避免你的头部被撞击到。那过了这个小山洞之后，我们只要顺着道路往前走，可以看到一座三层楼的瞭望台啊。那回程我们可以上到二楼、三楼来看看海景啊，因为一楼你这边就没有什么美食，这边有的是山海的美景啊。等一下各位登岛之后，你就可以发觉到不同的角度哦，都会有不同的景致。那不同的高度，它会有不同的气势，在不同的地方，它会有不同的变换。啊，在不一样的季节里，它会有不同的变化。啊，在这个三个楼瞭望台的右边有什么牌号吗？一楼是八号，是这个岛上唯一的。那恭喜一下各位挑战哈，一样。那我们等一下要走天山步道的时候，因为后来是秋天的哦，阳光，所以那我们放轻松哦，尽量但是不要勉强啊，不要勉强啊。所以走这条步道的时候，走到中间有一个凉亭，叫思凉亭，思考的思，量力而为的量。走到这边的时候，记得要让自己休息一下，喝个水啊，同时思考一下未来，看是要继续挑战还是选择回头是岸啊。每一个人的体能状况都不一样啊，你要很大的决心，尽量不要做自己过于激烈，因为我们人生都有时候优良的掌声，也能不会一直听你的掌声啊，千万不要为了争一口气，而让自己在基隆里面留下不愉快的记忆啊。这是我带团以来给各位的真情告白。好，如果选择继续往上走，后段的路哦就比较不好走，那是属于原始步道啊，千万不要跑步，不要走，因为有转速其实会发大啊。走到最高点有一个像青蛙的青蛙眼，好，越过那个青蛙眼之后，那我们再往前走，哎，有一个观景挑战完成的观景平台，我们在那边拍拍照，拍完照之后再往灯塔的地方来走啊。那拍完照之后啊，就可以往山下来走。那下山的时候，因为当下位置以及这个条件不同的景色，我们只能够提现啊，唯有把你的脚步放慢，就是做到我们基隆领队的一个站台啊。第一点，岛上的植物千万不要随便的去摘取。第二点，我们只允许走在隧道里面，你不要跑到海边的石头上去拍照，会被开罚的。那第三点，岛上是不留任何的遗留。我们请各位把在岛上弄完整齐、乱乱、不然东西的垃圾纸张，拜托各位把它带到海上来。我们海上不有垃圾啊，那我们一起用行动来守护基隆屿。让基隆屿的美好能够永远的传承下去啊！记住，丢掉的是你的尊严跟人格，带回来的才是你的修养跟人品啊！我们今天一起来做我们台湾最美丽的一个风景啊！好，请各位现在就这一把这边卸下来啊，放在副甲板的位置啊！啊，一点钟是我们收藏的时间。前面没有听到，一点钟是说的，一点，对对对，一定要回来哦！你们刚刚都没有在听哦。